陈立农老师，来。老师们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陈立农哎，小奶狗，这小奶狗，好大啊，萌啊，眼睛好大。陈立农变帅嘞。他跟我在偶像练习生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瘦了。嗯。他在第一期就俘获了很多少女的心。早恋的时候。女孩，我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。女孩，我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溺爱，一而再，再而再，三而再的错怪。真的很喜欢看到本人，绝对会很帅。